这是我们那个充电的充电车间做的7A的电池的充电，有黑色的，还有这个灰壳的，灰色壳体的。现在工厂做的整体的塑壳的外观这块已经做得很不错了的，其他的可能再把端子改善一下应该就更好了，啊，已经达到跟国外跟其他同行水平差不多了，没什么区别了。这是我们自己做的7A的，你看端子的一致度，你自己看高度是不是很平整了，这边也是看过去是很齐整的。这都是在充电的7A的电池，啊，这是9A的。